那癫痫这个我们都做过，也有学员救过啊。那大家了解一下就好。忧郁，这里忧郁症听说很多，我在北京讲课的时候听说十个就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全世界的问题了。那忧郁症，我跟各位讲，所有的忧郁症西医现在没有方法，中医也不知道为什么引起。我跟各位讲，这个我们已经做得够多，所有的忧郁症都是头部原始点引起的。好，那我们放一个案例给大家看一下忧郁症。好，情况有改善吗？用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现在几乎已经快戒掉。以前大概吃六七颗、七八颗有，可是现在已经。你多久前开始吃药？多久前？大概三个月前。三个月前开始吃？多久前？应该是国二开始。国二开始。国二就开始。所以是吃了几年？吃了几年了？对，现在来这里按摩以后。感觉一切都改善了，药剂也很紧张，让我。那这个学生来的时候，他说他以前就是不喜欢跟同学在一起，他会常常产生恐慌。那最后他好的时候，常常会带一批同学来基金会，那所以整个情况在，这个不是我处理，就是很多志工帮他按推按好。我相信很多学员也有处理类似的案例，用原始点是最快。然后又可以把西药戒掉，要不然忧郁症啊，一吃就要吃好多年，长期。那如果经过按完之后，心情开朗之后，在心理辅导一下子就可以很快让他恢复。像这个同学，他学校就讲，他说他辅导学生那么久，没有一个好过，竟然用原始点能够把他解决，他们学校也觉得哇不可思议。
好，那么老人痴呆，你看到如果家里哦的家人如果忘东忘西，就要小心了，那个都已经脑部有头部有问题，只要这里推开也可以改善。好，这里其他的都是小问题。好，那我们头部先介绍到这里，我们现在就征求在座的各位，也就你头部不管眼睛干涩、干眼症啊，或是牙齿咬合疼痛，或是头痛头晕的，哦，只要有，我们都可以，我们先找一个啊，然后来出来，然后看有没有人愿意被做。我现在就是眼睛痛，而且眼睛就是磨的人感觉有东西，就是总有东西往外淌，哦，就是眼睛现在正在不舒服。嗯，对。两眼吗？对，三眼都是。已经多久了？已经有一年多了。一年多，找医生吗？嗯，在治疗，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就是，哦，是这样。找中医还是西医？中医。中医是吧？啊，好，那我们现在还是不舒服嘛？对。你有没有说吃完药然后眼睛就开始舒服？有没有这样？嗯，有这样，但是说就是说，它不去根儿，吃药吧，就是减轻，但是在用药时间长了已经抗药了。已经抗药了。对。啊，那我们就来处理。像这样的患者，虽然一年多，用眼屎点会不会有效？按完会不会有效？一定有效。你这个是不是24小时都是这样？不是的，我这个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发作了，疼了，然后用药用眼药水好了，好了，然后明天或者是过几天还会反复，又会反复。像这种患者都是属于什么轻症？如果眼屎点就是这种病患最好治疗，那个按一按它就会改善。那筋松的如果在温敷，这种患者很快就可以完全痊愈，是没什么问题。好，我现在来帮你做，来，哦，大家注意，就是有些像耳后这一个点，我们头部眼屎点就是按这里，还有这里，所以这里如果有戴耳环的，哦，尤其有尖尖的，一定要拿下来，哦，避免擦到。好，来，您手放两侧，好，头这样过来。好，一般如果轻症我按差不多10到15下，如果重症15到20下，这样会不会痛？嗯，行，这个力度可以。那，啊，这样呢？这样力道，嗯，疼，开始疼了。好，你放在他的，给他还放，好，这样可以哈。那我按差不多15到20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那这一边我也顺便帮你按一下。这里会不会痛？挺疼的，挺疼的，是吗？好，那这样能支撑吗？好，那差不多15下哈，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基本上如果按完这两点，他的症状应该已经改善了，如果再按这里，他的改善度会更加明确。所以头部眼屎点真正重要的是这两点，这里是辅助点，哦，这样大家理解。你现在感觉你的眼睛看看，现在感觉是吗？确定哈。好，那大家有看到哈，这样需要多少时间？如果我两边都15下，不到1分钟。那如果再加强它的疗效，来，您趴着，就是两边我都把它揉开，它眼睛会进一步更舒服。
这里很痛是吗？好，这样就可以了。好，您可以起来感觉看看啊，你现在的感觉可以跟大家讲。我现在的感觉就感觉头上面有一点晕，然后眼睛特别舒服，特别明亮，看东西特别清楚，而我眼睛看东西是模糊的。是，那眼睛我按这里，我相信它立即可以改善。为什么？因为我刚刚问完，我已经知道这个绝对是好治的症状。为什么？因为它不是24小时，一般要遇到24小时的症状很难遇到，也就是它的痛麻是不是24小时？如果不是，你就可以放胆的做，这个是揉下去应该就可以立即改善。那如果它要让它的疗效更进一步，它一定要温敷，也就是我刚刚按过的地方，你非常寒，所以寒它会慢慢筋慢慢会崩回来，所以你只要这里温敷，那平常饮食就是多喝姜汤。应该就可以，好，好，谢谢。我常常讲哈，如果你们现在看，如果医学有比这个更快的，我就服了。也就是因为这一套都是做出来，我说针灸应该依我以前针灸十几年的经验，也从未有过那么快。哎，这里有温敷红豆袋吧？有拿来哈，那等一下就帮他顺便温敷。甚至你们下课可以问他，如果温敷之后。他刚刚说还有一点点头晕，那是人比较寒，如果再温敷整个循环变好，他那个晕也会改善，而且眼睛会进一步更舒服、哦、所以热源蛮重要。那我也说一般针灸没有那么快，所以我用了原始点之后，我针灸十几年我也不再用针灸了。好，那我们头部原始点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接着来介绍颈部原始点。好，我们看下面。颈椎痛、喉咙痛、锁骨痛、肩膀痛。好，那么颈椎痛很多人都有啊。颈椎就是从枕骨下缘揉、哦、就可以解决。那喉咙痛一般感冒、哦、都会有喉咙痛。那喉咙痛就是前面的对到后面刚好就是颈椎，所以从颈椎这里就可以揉好。那另外锁骨比较少人有、哦、就是在前面这里痛、哦、我常常讲锁骨痛，我记得以前在台中有一个医师刚好在讲课，他常常用英文、哦、讲得非常流利，就是医师工会请他去，那他就是讲得很流畅，然后理论说哪里痛应该怎么样处理，所以有一个医师就起来问他，他说我现在这里痛，医师你能不能帮我处理，这个演讲的医师就说等下课我再帮你处理。我们这个是哪里痛就直接处理啊，他一般演讲没有说哪里痛就敢直接处理，一般我即使我当医师这么久也从来没有看过我像我们这样敢直接就面对面这样硬碰。那个医师说下课，我就很好奇有真的能够处理这个吗、哦、我就等下课的时候我就跑到那个、哦、就患者就是一个医师问的、啊、另外主讲人要帮他处理，我就看他们怎么搞，结果那个演讲者他就说啊，你这个病、哦、可能在背后、哦、用针灸针某个穴位就会有效，可惜我今天没有带针来，也就没得处理了。那时候我在旁边听，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我来帮你做，我先问患者，他说好啊，那我就问，因为主讲人在嘛，我总是要尊重他一下，我说给我处理可以吗，他说好啊，你要处理可以，我说应该，我就跟那个医师讲，因为在去听演讲的都是医师、哦、所以我跟他讲不用很久啊，这个很快我帮你处理，我就是从头部原始点帮他这里枕骨一揉，然后颈椎一揉，
他整个锁骨就好，然后他本来是不大能转，立即能转。哇，他就很振奋，他说你怎么知道这里处理我这里就会好。那时候原始点哦，知道的人很少，只有南部少数的医师听到我的演讲。那时候我就说啊，我这个我知道，因为从解剥学我就跟他乱扯，我就是说这个叫做胸锁乳突肌，因为这里锁骨嘛，这里叫锁头肌、胸头肌，啊，这里乳突肌，啊，这里有一条肌肉，牵到这里，所以我揉这里，它就会牵引到这里。他一听，很有道理，天晓得，我是用原始点揉的，跟胸锁乳突肌的走向不一样，但是。那时候主讲人很不好意思，他看我处理好他就赶紧闪到一边，因为他说的是背后跟我揉的点一点也没有相干，但是我处理好，而且短短一分钟就解决了。所以这一套我说我在医师公会演讲我都笃定的，你们如果有哪一套比这个快，我马上把我的小册子收起来，不敢再讲，只要有，我已经讲了好多年了，应该都没有。所以这一套就直接就做，有什么病就做什么，应该是最快速的。那这个锁骨痛一般比较少，临床上少遇到，但肩膀痛可多了，因为现在的人一般都打电脑，对吧，打电脑动不动就哇这里就僵硬，但是你们不会想到肩膀痛是由哪里引起，由颈椎引起。一般你们肩膀痛都按哪里？一般印象中都好像肩膀痛就抓这里，是吧？你们如果有印象，哪里痛就抓哪里，这是一般人都会有。我记得我当医师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比如说头痛，头痛我就扎针在扎哪里呢？太阳穴，对不对？太阳穴附近的穴位。那如果眼睛痛呢？我就扎眼睛。那肩膀痛呢，我就在肩颈还有手合谷穴这一方面就会扎针，效果都不是那么好，但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肩膀痛的如果你从哪里按，那它绝对不会好。我临床上遇过很多患者去别家诊所，结果肩膀痛一直在附近抓，抓到发炎。那你们轻轻按不会，蛮舒服，但抓久就会发炎。同样眼睛扎眼睛也不会好，我常常看患者很多头痛去中医诊所扎到像刺猬回来也不会好，头部都是针。那时候我也是啊，眼睛痛扎眼睛，患者都说我很厉害。他们为什么说我很厉害？因为我针进去，他们看我一根针扎到眼睛里面，结果抽出来眼睛没有流血，所以他们说我很厉害。啊，病有没有好？没有，并没有好，是我技术很厉害。那原始点可不一样哦，你揉了哪里痛我不揉哪里，我就直接找到开关揉完一定会立即改善。所以肩膀痛我认为这个都是小 case。 那我们有这四种疾病的，我们还是找一个，如果现在有哪里正在痛的不舒服的请举手。好，您是哪里痛现在？痛哪个点？好，您转过去让大家看一下，您摸给大家看痛哪一个点。好好，他摸这里，那我们已经讲过了，中间痛往哪里找？往上面，所以他的痛点应该在这里。但是我要问你是仰头俯仰会痛还是转头会痛？你是哪个动作会痛？上下会痛是吗？你上下会痛，大家记得，颈椎比较特殊，它如果旋转会痛或是静止会痛。来，您转过去，如果旋转这样会痛的或是静止它就感觉这里痛的，推这里一定会有效。那记得，如果它俯仰会痛，这样低头或仰头会痛，因为低头仰头会牵涉到胸椎，如果低头仰头会痛，胸椎也一定要处理。记得我说的颈椎就是有差别在这里。那你是静止会痛还是旋转会痛还是俯仰会痛？都
胳膊也痛，上身也痛，转也痛，上下也痛，什么都痛。那如果问不出来，就是只好这样这样推，对不对？这一段就多出了这一段。那依我的经验，如果都痛，一般揉到这里已经有效了。哦，你这样多久了？两年多。有看过医师吗？没有。没有，这里不看病的。有时候也自己也按吧，按的。哦，自己按一按，按了也不会好，是吧？那完挺得劲的，完过几天还不行。哦，是是是，好，那我们来帮他按按看，来。他这个哈、哦、都不算重症啊，现在出来的这个都小 case， 为什么？因为他不是24小时的，他有时候痛，有时候不痛。这种在原始点是最轻的患者。好，你手放两侧，这里疼吗？这里疼对不对？这里疼不疼？这里疼哈、哦。这里也疼嘛哈，啊这里，这里，啊这里呢，啊，我现在揉颈椎，他说颈椎还好，反而是枕骨上缘痛，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一边的枕骨上缘都揉开，揉时间不用很长，就是每一个点3秒钟，来回2次，这样就可以。好，那另外一边我们也是这样揉，这里疼吧？这里疼吗？这里呢？这里也疼吗？那这里呢？疼，哦，这一边颈椎疼哦。我另外一边右侧它都不疼，到左侧它揉下来颈椎还是疼的。好，那颈椎也顺便帮他解决。好，他说任何动作都会疼，包括俯仰也会疼，我们再帮他胸椎再找找看。好，这里疼吗？这里呢？这里疼是吗？好，那这个我帮你稍微处理一下。好，那、啊、这里呢？这里比较疼。好，那、啊、这里呢？这里疼哈、哦，这里是不是也疼？好，好。好，这样就可以了。好，可以起来。哎，不会不会，转动看看。哎，舒服多了。谢谢。你再看看任何角度，嘿，转啊上下，看看这样是不是还会？这不疼了。不疼了哈、哦，好，不会不会，好，可以。好，这应该算最快速了，因为他刚刚任何角度都会痛。那因为俯仰也会痛，所以我再帮他胸椎也进一步处理。好，那我们这四个肩膀痛也是这样处理。一般肩膀痛这里痛最多的痛点都在枕骨下缘，我处理过那么多患者，你只要把枕骨下缘揉开了，一般大部分肩膀痛已经好很多。那有些人比较严重，揉下到颈椎也会痛，像刚刚那个颈椎痛，枕骨下缘两边都很痛，右侧颈椎不痛，左侧的颈椎很痛，那我们把颈椎也处理啊，因为它俯仰会痛，还有胸椎再进一步处理。好，那我们颈椎的颈部原始点就讲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上背部原始点，这个是最很重要的，因为急救也会强调头部原始点跟上背部原始点，在我的看法是最重要，因为头部还关系到脑中风的问题，那上背部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好，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背痛、肩胛骨痛、膏肓痛、胸椎痛、胸闷痛、肩后痛、颈椎俯仰痛、小腿肚痛及抽筋。颈
颈椎俯仰痛刚刚已经讲过了哈，就是本来颈椎痛是在上面，但俯仰会痛，这要就要揉到胸椎来了。所以这里哈，就是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它俯仰会痛，为什么我们要揉胸椎的道理？那背部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这里讲的肩胛骨就在这里哈，肩胛骨。那高肓呢，就是在这里。那当然这里痛，往胸椎找嘛，所以一定是在这里。哦，所以这大家应该能理解。那胸闷痛，胸闷前面的找后面，所以答案当然也在这里。比较难理解的就是这个小腿肚痛及抽筋，小腿肚痛是在这里啊，怎么跟这里有关系呢？一般很难理解，所以这个要特别记。那肩后痛是指哪里呢？肩后这里，也就是我们这里称肩周炎，对不对？台湾就称五十肩，病名虽然讲法不一样，其实指的都是一样。那肩后肩周炎它要分肩前跟肩后，比如它前面痛或上面痛或后面，这等一下另外一个部位我们再来详细解说。好，所以肩后痛如果痛在后面，一定要处理胸椎。肩后痛我们就举一般叫做投手肩啊，很多打棒球你知道投球投到最后肩膀会痛，它的痛点就在后面，那个一般是处理胸椎。好，那小腿肚痛及抽筋，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很多人有，有没有人小腿肚晚上抽筋过的经验？有的举手我看一下，哦，应该不少。好，那这个胸椎还管到前面，尤其胸闷痛，还有心肌梗塞啦、心力不整啦、一些气喘，都是要靠胸椎来处理。所以这里胸椎，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记得之前讲到这个肩后痛，有一个就是慈济，我早先曾经参加过，哦，就是有一个义诊团的一个队长，他就是肩周炎，那很久了，一直治不好。好，那有一次我说，我听别的医师跟我讲，我说我帮你处理，他看我很忙，就不好意思，他说哎呀，我看你患者那么多，你就忙患者。他结果隔一段时间，结果睡觉睡一睡就心肌梗塞死掉。啊，很多人就说哎，他身体很健康啊，平常没有什么毛病啊，怎么会突然间走？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当时如果给我处理就好。他那时候肩周炎就是，我认为一定就在后部这里痛。那这里痛，他真正要处理的就是胸椎，他这里管的又是心脏，所以他有连带关系啊。所以不可能有果而没有因的，不可能。所以这个我印象还蛮深刻。好，那我们讲了那么多，现在我想征求的，有没有人小腿肚正在痛？小腿肚哦，这里哦，后面哦，您是吧？好，那您举手蛮快的，好像有备而来。好，我们就先处理。您现在痛哪里？两个腿肚都在痛。两个小腿肚？嗯，对。确定？24小时都在痛。哦，确定每分每秒都在痛，已经痛了5年都多了，每分每秒都在痛，每秒都在痛，没有，哇，这个如果每分每秒都在痛，这个如果用来修行，这个一定可以得到怎么样，很快就能开悟，哦，因为每分每秒都在想一件事情，已经怎么样，自心一处了，无事不办了。啊，所以大家想想看，每分每秒这种患者多不多？真的不多。所以这样的患者，在我的看法，如果是24小时医学全部倒，中医西医全部倒，那原始点会不会倒？不一定，要看。但是今天讲课我们没办法立即帮他做出来，因为但是做了也许他会稍微改善，也许啦，但是我不敢多怎么样很大的期望，因为24小时是要长期观察，治疗一段时间，他的症状才会慢慢缓解，
记得我讲，因为等到我们讲理论，我会举出很多二十四小时的案例来给各位看，他是属二十四小时，这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确实是这样哈。确实。那您找过西医吧？嗯，西医没看过，一般中医，手法按摩都做过。有没有效？嗯，一般就是做两个月哈，做完了以后有点效，完了后来还是复发。做两个月之后有一点点效，也就一路做，做两个月才有一点点效，然后完了又复发，是吧？啊，是。我是从颈椎到腰椎到这胸椎、肩周，全部痛，全部痛。啊，全部二十四小时吗？嗯，基本上这个脖子都是。基本上脖子。再包括这个肩。啊、哦，嗯，是是是。那你那个小腿肚是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是。对，准确。准确哦，他讲的那么笃定，是旁边呢还是这里？我再问一下。从这到这，到这个脚跟这，全部。好，您转过来让大家看，这里，然后到这里，对不对？对。你从这里也开始痛，我跟各位讲，这里是由臀部引起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讲臀部的时候就会讲，所以他现在问题还蛮大的，这里要解决要揉臀部。但是这里的问题我敢肯定是在这里，它这里一定有痛点，这里揉开了它这里一定可以改善，但是二十四小时我不敢说立即改善，所以大家等一下对我不要太大的期待，好、哦，我怕你们会失望，因为二十四小时一定要做完，还要温敷，然后一段时间再来观察会比较准。好，那您还有这里胸部的问题吗？胸闷或者怎么样？前胸可以，前胸是这个后背这个胸椎，后背哪里痛？这个地方，他这里也痛。其实他这里痛跟他的小腿肚是同出一源。如果以我们医学一定不知道原因，因为这里痛就贴一片这里吧，这里痛就在处理这里吧。但是他这里跟这里是同样是这里引起的。你们如果没有学原始点，万万不会想到。好、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处理这里，他这里应该也，这里如果这里是二十四小时吗？基本上哦，那就我就不敢说大话，如果这里不是二十四小时，我等一下处理这里，即使没有改善，这里也会改善、哦、但是我帮他做做看、啊、我就是把它揉深一点，因为二十四小时，那一般会二十四小时，大家记得一定极寒，也蛮寒的，所以一定要做完怎么样，立即温敷，哦，好，那我们开始来做吧。谢谢。好，不会。那你这样日子怎么过？我很好奇。生活在痛苦之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哇，真的是。没法形容了。你看哈、哦，人哈、哦，到每分每秒都在痛，就像他说的，这种日子很难熬、哦。有些人真的就熬不过去。每分每秒都在痛，那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是吧？好 ，Pastor， 我们来尽量来处理你。那你的脖子也是二十四小时是吧？嗯，对。真的、啊？要不要帮他处理？要哈、哦。好，那我尽量帮他处理看看，反正他已经痛苦太久了，我尽量做哦。好，那你说腰椎也痛吗？腰吧不痛。现在是腰不犯病吧，是腿痛。腿痛。嗯。哪两只腿？两只。好。哦，你讲的很干脆。他讲的都是大部位，两腿，哈、哦，两只腿，你就知道部位有多大。那这样揉下来，臀部也要揉。啊、哦，好，那我尽量帮他做。你忍一下，好。这里痛吗？等一下，如果有温敷带，他做完要立即温敷。这里痛吗？很痛哈、哦。来，这里，这里是不是也痛？很痛，很痛。
这里痛吗？痛得很。痛得很。嗯。哇。好，你头放里面。这里痛吗？痛。这里呢？这里也痛。好。你是点早的太对了。我点早的太对，这个就是原始点，不用找，我就知道一定是这里。这个左肩比右肩痛厉害。真的、啊？嗯。那、啊、这里呢？也是痛。有人帮你这样按过吗？有。有哈、哦。是。都找不对，是吧？刚被做按的时候，这个点找的不对，是非常慢。你怎么知道？我有感觉。你有感觉哦？你那么厉害，久病成良医啊！对的。这个痛吗？痛。这里应该也痛。这里痛吗？这里还痛吗？这里就不痛了，痛到这里，对不对？这里呢？哦，这里痛，好，那就上上面，好，好啊，这里痛吗？这里也痛，好，这里呢？这里不痛，都到痛到这里。好，来，好，你说两条腿都是24小时哦。好，我先揉一条腿哈。这里痛吗？痛，痛，哎，这块痛。这里呢？痛是吧？放松，臀部放松。这样可以，你可以起来了。即使24小时，不是说揉的越久越好，有效就有效，没效也就没效。你看看你现在两个小腿肚，感觉这几年没有那么轻松过。嗯，有改善是吧？这一只还是啊，这一只还是。啊，这一只比较舒服，对不对？对。因为我揉臀部，因为它还有这脚跟的问题。但你这一边比较舒服，背部呢？跟颈椎。我的脖子能仰起来。它可以仰是为什么？我揉胸椎，我说俯仰会痛是怎样？跟上胸椎有没有关系？我已经教给各位了，所以它俯仰是比较舒服一点，对不对？是，对，确定了哈。确定。啊，背部这里痛是不是也改稍微改善？轻松很多。轻松很多，好。
对于二四几乎快二四小时不好处理。我还是跟各位讲，我刚刚是揉的力道稍微重，但时间一样，因为他的肌肉也蛮发达的，好、哦，他算是重量级的，应该他来揉我才对。好、哦，我这种身体他揉我就轻松多了，我揉他可费劲了一点。好、哦，那他的问题我还是觉得胸椎这里蛮硬的，还是要揉开一次，没办法。好、哦，那应该这一腿一点改善都没有是吧？没有，一点改就是右腿有一点改善。对对对，现在还在逐渐的好轻松。逐渐轻松，那如果有温敷哦，那个效果还会慢慢再缓解，所以我才说二十四小时怎么样？对我不要有期待，但我也知道我为什么我说二十四小时我们做不出来呢？因为我是对我这一套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行事，也就如果每个都有效，我一定说有效。啊，如果有几个说没有效，我就不敢说有效。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面对二十四小时，我是采取最严格的标准，所以我才说二十四小时没效。但是临床上做出来还是有些会改善，哦，是这样。好，那我在去年的时候在网上我就看你的讲座。哦，是啊。对。哦。所以张老师，你就是我的崇拜者。今天我非常主动的举手。哦，是。哦。难怪你举手比别人特别快。对。哦，要不然我目标都是先从这里看起，哎，一下子就看到你，缘分是好好。一般二十四小时，我处理的案例还蛮多的，效果如果给我一段时间。一般效果都非常好，哦，等于所以到理论课的时候，我们会进一步阐述，这就是标准的红豆蛋，哈哈，好，这样温度效感觉舒服吗？好，舒服，舒服哈、哦。那您如果外面再披一个衣服，让那个热能够保存，效果会更好。好，那就这样，好，谢谢你，谢谢。我们接下来这里的大家了解一下就好，所以颈椎俯仰痛，你看。跟胸椎也有关，他刚好俯仰也会痛，颈椎也痛嘛。那还有他还有背部痛，那还有小腿肚，所以都通向指向怎么样？胸椎的问题。哦，所以胸椎我认为对他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那我们念一下胸椎的一些内科疾病，大家念一下。上背部之疾病，如气喘、咳嗽、心肌梗塞。心痛、心悸、乳癌、肺癌、胃痛、胃癌，这个我们有时间再放。尤其我记得我来大陆第一次讲课，就刚好就是有一个我讲到心脏病，刚好有一个心脏病发作，就这么巧哦。那马上急救啊！哦，这个过程中也有拍下来，应该这个袋子还有哦。所以我在。去年就遇过两次讲课的时候发生的，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哪里呢？一次在山东。山东那一次演讲刚好也是讲到一半，有一个就突然间发作，那当场整个抢救过程中都有拍摄，应该有吧哈。那个将来都如果讲到，等一下我们讲到重症急救的时候，心脏病有时间再放给大家看，好不好？那我们先今天。先介绍一下，哦，大概这些病都可以处理，这个比吃药还快啊，尤其心痛啊、心悸啊，这个一般揉温敷很快就可以恢复。好，我们看下面。好，肩胛部原始点，我们看下面。好，大家一起念一下。肩痛、肩上痛及肩前痛、肩臂痛、腋下痛及侧胸痛。好，这里肩上在这里，大家有记得上背部的时候还有肩后痛，现在我们是指肩前哦，这是前面哦，还有肩上，哦，所以用的原始点就不一样了，哦，还有这里还管哪里呢？腋下就是这里，还有侧胸痛，很多妇女都会有，他们都会误以为是乳房有问题，甚至去拍乳房摄影，那个绝对找不到答案。这里乳房侧面痛，
也就是侧胸痛，一般还是在肩部原始点，只要一揉开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几乎就是我们说的，不管肩前、肩部或是怎么样，都是属肩周炎的部分。所以肩周炎牵涉两个开关，一个是看它的痛点，如果痛点是在前面或是肩壁，那就很显然要从肩部原始点。那如果它是痛后面，那处理方式就应该处理胸椎。有没有人肩部正在痛，比如说挤起来会痛，往后会痛，往前会痛的？我看这一个我还没有说举手他就举手，好，应该很痛，那就你好，这个您就出来吧。您是哪里痛？上举受限。上举？对。你举起来痛哪？举起来肩周，上面肩周比较痛严重，按摩这里没有很久。对，这里正在痛。对，是吧？嗯。啊，这里后面会不会痛？举起来有一点，最严重的是这里肩上侧，上肩。来，你看，你举起来，好，这个动作会痛啊。对对对。这时候是痛哪里？这个是吗？肩上骨。哦，这里痛。对。确定哈。确定。啊，这里会不会痛？这里。这里好痛。这里没有。对。好啊，这里也不会。这里有很痛。你举起来，这里痛吗？有一点痛。有一点，比后面更明显，对吧？对。对，那这个哈，我们要理解，如果。不管举起来或往后会痛，我常常以前哦喜欢考一些，就是不管民众也好或医师也好，其实真正知道答案不可能。我一路讲下来，而且为了肩周炎，我那个光盘是从第二版改成第三版，因为我发现肩周炎最难治，因为它分两个开关，你部位没有抓出来，你是不可能知道答案。有些人说举起来会痛跟往后会痛治疗不一样，不对。你如果有这样心思已经错了，你一定要看部位痛在哪里，部位才是重点，而不是看它的姿势，姿势都不重要，因为姿势就是相，反所有相都是虚妄的，你不能用虚妄的来当作诊断的一种，那绝对是错。哦，好，那您这样多久了？您这里痛有两周时间啊？两周时间、嗯、哦，是没有处理过吗？一个按摩的学生按了一次，当时又缓解，但是过了两个小时以后，依然还是挺痛。过了两个小时又会痛回来？对。一般如果过了两小时会痛回来，我跟各位讲，这个一定是阴寒引起，所以就是按完之后一定要怎么样？温敷，因为它里面寒，你筋柔松了，它怎么样？筋会慢慢怎么样？崩回来。所以这时候很明确它是属寒，而且非常寒。哦，你一定是很寒的体质啦。哎，应该可以确定。看完后面介绍，感觉自己很多症状都是更明的是寒性体质。是啊，你已经知道哈。是，那等一下，因为今这一堂课将来讲下来也会教各位怎么来变寒热体质，那我们现在就来帮你做好。你这个痛不是24小时，就是举起来才会痛嘛。哈，好，那这样可以，这个好不好治？好治啊，这个就好治了，我敢讲，因为只要不是24小时，它是一个动作才会痛，都属好治。好，您这一手放下来，您就是这里嘛，好，这里痛。你说这里也很痛？对，这里，你是说同学压的时候很痛？还是平常就感觉痛？哦，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这里平时也在痛，他刚刚没有讲。这里痛要揉哪里？这里痛就不能揉这里喽，这里要揉什么？胸椎哦。所以他刚刚没有讲，等于这里又是怎么样？引子又是本尊了，对不对？等于他这里痛要揉这里没问题，但这里本身也在痛，那这里痛要揉哪里？揉胸椎啊。所以他是两个部位开关伤到了。哦，是吧？你这里也在痛是吧？确定哦？哦，那这样要讲清楚。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习惯是先揉这里再揉这里。那这里可不可以揉？可以揉，影子跟本尊重叠的地方是可以揉的。好，那
这里痛吗？这里吗？这里痛。哦，这里开始痛了哈。好，这里痛吗？哈。痛。好。很痛。很痛。啊，这里呢？也是。也是痛。好。这里呢？好一点。这里好一点。所以它痛这里，痛点在这里，很明确。那我们再找对侧看看，这里痛吗？痛。这里也痛哈。好。这里呢？痛，好，这里，哦，好，这里呢？能忍受。能忍受，啊，这里呢？也能忍受。哦，所以这里最痛，好。很痛。很痛，好。你会不会胸闷啊？偶尔。偶尔，好，好。好，那么这一个点已经帮他处理好了，你现在感觉看看，我摸有没有感觉比较舒服？感觉柔软。感觉柔软是吧？好，那我现在再帮你处理另外一个点哈。这里痛吗？这里呢？这里很痛。这里呢？这里。都痛，所以整条这里都痛。嗯，好，这个是不是也痛？啊，这里呢？这里，所以这里整排都在痛。哦，你说什么？我说疼痛感都投射到手背。哦，已经跑到手背。对。哦，好。这样可以，你可以起来看看，你现在看看，举起来看看，这个地方的疼痛感还是有，但是后背那个明显缓解，后面缓解，对，这里疼痛感还是在。还好、嗯、那这个患者非常好，这个就是怎么样，我敢保证他组织受损，你们以后学就是这样学，笃定的就可以判断，因为重复来回三秒做完两次还会痛，那个就是组织受损，那组织受损你再揉死了也不会好，也就是两次不会好，你再揉一百次也不会好，这样懂我意思吗？那组织受损我们今天会讲到，这组织受损一般比较容易好，这个应该算容易好，为什么？他只要不要做一些举起来的动作，比如说你举起来会痛，那个动作不要做，然后随时温敷，他很快就会好，因为我刚刚这样做完，照理已经管到这里，而他这里没有好，你就可以判断，所以这一套又称诊断学，就是你做完他应该会怎么样，你下一步已经清清楚楚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说做完而不能改善只有两种状况，你们再回想，第一个是24小时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组织受损。所以组织，什么叫组织受损？比如说他肌腱有撕裂伤，那撕裂了你怎么揉它也不会好，或骨头断裂了你怎么揉它也不会好，
所以这样揉起来它里面还有隐隐痛，那就确定。那至于他这里背后这一个点痛，他说立即改善，那是因为他处筋伤，我揉这里他就松了，我揉这里他有痛点，但是他对他这里没有帮助，是吧？你这里都还是还在痛，那就确定这个叫做组织受损，你们理解了吧？所以以后志工在学的时候，如果遇到组织受损，不用再揉了，你可以温敷就好，一直温敷，那叫他要休息，因为他只要在动，那个组织受损的地方，他一动，他组织会怎么样？进一步再受损。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休息。那休息差不多一两，如果严重一点，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也会好。一般是3至7天呐、一般的症状是3至7天。那如果再严重，顶多也是一两个礼拜内的事。所以只要休息，你这个病我确定可以好。好，好，那就是这样。好，不会。好，那我们今天早上的课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各位。